事的经过。这起事故是发生在昨天3月4号17时54分左右，一名戴姓民众，他是74年次，驾驶自小客车，他是由林森路一段360巷由西往东方向行驶，他要右转林森路一段的时候，在林森路一段路口前面，因为不明原因追撞前面无姓民众63年次骑乘的普通机车，并波及及碰撞路旁乘坐于机车上的邱姓民众女性行人。后来该自小客车再往前滑行到林森路一段路口，共碰撞路旁停放的9部机车、1部自行车及民宅铁门。遭追撞的无姓机车骑士经送医不治，另受波及的邱姓女性民众则分别受擦挫伤送医，均没有大碍。赵姓、戴姓驾驶在事故现场实施酒测，没有酒精反应，并称其是一时的恍神发生事故。案件由古委分局交通小队依 A1 事故程序处理，并持续厘清肇事原因。故意用路人驾驶各类车辆，应注意道路人车状况，在出门前要注意自己的身体状况，妥适休息再上路，集中精神注意车前状况行驶，以避免交通事故发生。